马上就要到追悼会了，你帮他选一张照片吧。你就别哭了，你哭的越难受。我看他这样，我睡不着，我实在是睡不着。你闭上眼睛，安静的眯一会儿。 选的那一张，给你看。我们选的这张，有这么多呢。你看，你喜欢哪张？好了，就这张，就这张了。我们给你定了，你赶紧睡会儿吧，行吗？你看，你喝了这么多酒，又吃了安眠药，这样身体会垮的，甜蜜。 这已经出发了，中午肯定到了。刘德那事儿你知道了吧？德恩，德恩怎么了呀？他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说是疲劳过度意外猝死，而且现在甜蜜科技的资金链已经断了。不是那个，这个消息源准确吗？ 我知道的消息就是，甜蜜科技欠学员的退学费、印刷费、设备费等等，欠了好几个亿。这还不包括员工的工资啊、拖欠的奖金啊等等的。哦，刘德恩，你个人名义在外面应该也是欠了一部分钱，但是具体数目不详。不是，还有什么信息？你都告诉我。长生，你知道现在甜蜜科技账上有多少钱吗？只有8万块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刘丹是你的客户，他后续的信托变更事宜，你记得跟紧点啊。可能不是变更了，可能是变化。会不会是德恩跟我开的一个玩笑？其实他没有错。会不会是他跟我开的一个玩笑？ 是你们一起演戏来骗我的，会不会他想考验我有多喜欢他、多爱他？会不会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们告诉我好不好？甜蜜，你这时候就要面对现实。我们是你好朋友，我们现在说这话很残忍，但刘德安真的死了，他再也回不来。